俏的表演。今天难得穿比较素一点，就想说会审美疲劳嘛，偶尔要换点不一样的口味。然后我来了，我才发现这个背板超级漂亮，早知道我就穿华丽一点的衣服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除了 B 加之外呢，我们还要选什么？东方嘛。那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东方，但是我还蛮意外，就是六现在东方的 Only 场还是一直在办，然后六月有一个东方的 Only 场。那那个我也会到时候我会出现在那个 Only 场上面，我也会带来歌曲的演出。那到时候我可能会出个推荐之类的。那毕竟友谊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当时喜欢东方才取的。那所以我第二首就要带来一首东方的歌曲，我不知道大家会知道哪些东方的歌曲。那我带来是一个东方同音乐的社团，叫做